要让一种朋友收了。侬男朋友还了蒙叉着，错能错多。白梦啊，找摸到一个来排骨 boxing 喽。侬搿一里能够找哪？喵多超得西安得球 WBA 给腰长不溜的 boxing 失色。白梦一朵美女罗蒙帮的龙背虎窝紧拼样，省到你个排骨 WBA。金平阳啊，你这样尿着帮得来安利秋背心。你哪有梦里？你哪在哈的？他屋这古都米都的有梦狗是神 boxing， 古老上哈的，知道不过你狗咯。但是主要有你们一座金包说里呢，就有梦是肉狗是肉苦。哪能哪不够摸到来派古着路，哪了帮个摸不喽？搞帮被梦家。帮被古地蒙真的 pro 了，哈做精品样啊，被主要哈做女多师傅叫创胸，没有被火熊朝中，以胸党的创胸摸到 WBC 的来派过 boxer， 女子当要偷偷多摸到来派过那里一度蒙，你老要偷偷多摸到这派过里多能要多朝的。你帮贝蒙刚到库里叫多能真的扑了哒哒，你呢创胸都没被叫以胸了，你老了你就没散了，但是你看到一帮土地紧拼样就要努力一朵土地被容杀主播你呢被叫他帮的所动作我给你弄创胸都拿着一手了，紧拼样他你都碰友逃离摸不得给狗给阿给哭把它做错人错多棒。哎呀，某个地方都是那种古叫唱些。高一零能够一当数多年，熊朝中古籍群集健身俱乐部的杨景平啊，要上西西安参加西安市的第几届丝绸之旅群集争霸赛呢？若昆明俱乐部的宋小康到了一路恢复啊，到个杨景平。导演宋小康摸到 WBA 迷你轻量级中国青年的金腰带，被绑在带，被某人吓到抖一抖亲吻了。你知道吧？侬那呢被容杀者接到个杨景平哈多少被直播间，好同时呢被还接到个李涛哈那个宣传中国籍青年健身俱乐部的总经理罗翔呢多少被直播间，同时被容杀在逃中国区那个 WBA 中国区的青年亲吻。杨景平，多少被你直播间，被那种啥子打，被你偷到 WBC 的群网呢？里头多少被你直播间？好嘛，被你落下。容山，我叫。好嘞，那被杨景平，就被多少个地方能录上？多少个地方能那干鸟中？杨景平。好，里头。多少个地能站？个地方。没要让我要李涛带来小鸡蓝图被各地梦同路上呢，好一种哪子各地那张梦多次那干家人可以露些，我嘞被杨景平给要还得了多少年我要秋北嘞，秋北丢嘞个可以特别好，就是稍微还丢了呀容是该贵要叫被不干要你要干不做切被不干猛插给我上那个我在报名路上要可以背着要去北米诺村委会北小一车了从切被行车猛做到名路上差不多嘛不是公里啊还给好地的干将将九公里吧九公里的背着的你看的高铁铺着去高铁站旁边了，哇，那你都是放平时，如果你要车也好，你要高铁也好，乱北好的段呢，北好的个这个的粉丝，你要高铁多，都很方便，都是给他高铁接，接做杨景平接，确实很方便，联系了，还有呢，小杨姐啊，同桌个要我啷子来呢？同桌，两桌人到工，到了北雄的工，两桌人。到了北雄的工，我那个我当时要三路零加路当车。因为老公嘛，认为的这周末一个明确的目标，所以，
在这上头工了，也是，通过一条短视频散布新闻师傅女的录励志视频稿，然后我们得，还得，都定了这个教员呢，听人差不多一样的，你们小呀，只能都能到是，到很多对对呀，通过行动这个，可是通过个想，哎呀。国宝都差不多，然后你像那种通过行动之，你那个到的，就是你到没老个，多少都报你个，就是某一种榜样，就是那我那估计可以相信学习一个呀。哎，原来，所以你得从香港得你得决定的，上上那榜单得，只蒙得蒙到啥了？你得你好，你得蒙车熊师傅小只小初级，然后得多。给你到这个给你到这个你好你好的多学个呀嗯嗯嗯好啊金平就是那胡啥要个香啊嗯胡啥那香的啊个要没行动这个像熊朝中一样的就是你要弄干的还没被那个的到中国金腰带亚洲金腰带还有世界金腰带啊但是实际多做多少像这种情绪进入学了以后呢你要学的过程当中你说自己和啥想的一样是啊头你讲都想哈的哈想着哈的自行的要想想师傅的摸到时间金腰带结果多连到胸一胸到才的包加金腰带也摸也发级别了一些中国去了呀，这些估计他才扎时间，所以要一步一步的，他有点难进门。嗯，就是嘞，不然到有时嘞呀，慢慢嘞一步嘞多，慢慢嘞到派回社会嘛。哎呀，等于是要就他们就是在火山，我们讲哦，不是不哦，胸罩重要，时间关键啊，噶金腰带关键啊，噶，那只不要一步一步嘞多，一桌一桌嘞跑噶，要一层一级嘞一路级别一级别轮到噶，慢慢了解，给好呢。嗯好，那个那就是小就是的。像竞品中你不多做被俱乐部学的运动之动的很多个就是你要平时的训练当中没有我讲散步竞品人还有呢我讲散步你某种情理好我讲好好我怎么观察培养你呢培养你呢哎呀被俱乐部嘛多的动的很多节目直播多节总理嘛目前没直播到多但我不记得退出来了嘛之前还在因为要被抹杀不爱不也梦就是被梦了嘛比如说能吃苦因为不没那就比如像李涛哈杨景平多被俱乐部之前被还是包你妹嘞然后多训练的过程当中了嘛你不没一路已经训练但当我个你好全国晒补嘞你不得哈怎样梦到过啊这周路动作呢弄呢脚两开的时间都还一直在练啊对对然后呢平时好几类不我的都在这互动的嘛不都要主动的路帮忙呢我那么就觉得这名人呢很浓路了嘛所以一模比赛的时候就上座我那不拿路练还练到也可以还被一路星期被都要摸市长的摸一啥做二啥的市长平时碰到市长的过程当中就觉得到也可以哈了嘛所以一模正规的排名赛就我不碰到所以我那不杨景平们已经到了老长然后李涛们总理也到了总理到了招长所以都要比较优秀嘞平时训练的并且你要和平时主要就是从最基本的开始的都要从头学的时候都要基本跟小时候说好了基本功学扎实的我都想做到啥练的领都要领的罗马从小鸡还在路上被弄得多了杨景平哈李涛取得成绩都要把十处扣得多嘞要个喂景平哈他被意思过李涛的怕他被分享过你说你学你多学成绩留了一路过程个景平们莫活动的景平们你多俱乐部的我们因为你的打我老本的阿伯兄人他给老婆交给批给我们景平不批那么要18年他个多嘞不拼了，可能尿俱乐部了也这么才断了，这才要读嘞。
今天嘛，你多多少你多领了个，还是你还是很积极的蒙弄弄教师兄啊，背啊，从那我在看你背几多家。要养你师兄嘛，你要俱乐部嘛，你忙着养龙背，你自爆嘞，你在养龙背，所以我们你读到那，你胡赛嘛，就胡赛也大莫训练，那大莫训练嘞，小罗还嘞很好笑，好笑呀，国际呢，杨景平要你要七月份没成比赛噶，要俱乐部没成比赛，然后给我们采访的，但是景平给我的一路最印象最深的一路团，人家喊他，你看都给团队噶，要第二场是第二场到了，要第二场的哈。然后金平打，哎，我只想输给你了，只想在他领导底背上了。哎，金平喊他，就我的围墙上你呢，我给他搞围的墙，我那喊呢，金平他背要私底下背要最终的，够了。就是想看那时候比赛嘛，就要对阵。哎，对，就想看李涛喊呢，不要师兄噶，师兄噶。不多几兄弟呢，不是师兄，一路下平时教练带，另外我两路面师兄带噶，像你像咱锦平下嘞，只要你要说你要私底下没要最终的给了，就是前台没要，对谁？总能一提醒出来，锦平某种就是或啥某种目标嘛，噶，对某种目标，我要为了那个目标那个要始终嘛，始终给了始终练了嘛，噶，呀，那锦平就是他，你要那个你要人多场比赛呢。这些我们西安都参比赛的啊，个对参比赛的那些我先让他准备。头奖呀的选手女还的，一个我们西安都参比赛的，老师的激动，感觉老师激动，老师开心啊，都他们比赛还开心，然后呢，对，阿贝妈当的呀，对，不知咋说，不知咋说，不知咋说，然后慢慢的，猛跳，还是猛慢慢猛，想猛跳针啊，还是要摸在水面呢、啊？我这种不用才摸精神猛训练猛背仗，然后，一打给背仗的话，一打给找点重事啦，跑步。跑九公里，你不呀？哇，因为一旦给深入要收入要么他九公里，就是真的很辛苦。那上了门以后，他个路上么走起，个他个个关注那个好些群车噶，就是他个要落的时候都要控体重，为了控体重，没得啥甚至，要路子那么，然后只能干。然后你那时候已经。虽然你体重控的也真到了，就当感觉被弄人那种嘛，当天弄我们咋打戏啊，差不多，就真就奶子煮的呀，然后刚好已经真的是，确实很难做那个，但是像平时被如果我姐妹带出来被我姐妹的话，一中午忙着弄忙的话，就得几十分钟做点，哎呀，做小分子做半天钟左右，头个就得。我是想到复杂，想到复杂了，噶，就是想是脑这背脑子那么就脑子就那脑子水果噶，哦，背那个，对，这样能脑子水果，然后最后一弄啊是，那只干那只，对，那只干好嘞。要过的话，我肯定才没精神点头人得个。哎，我们今天这样，咱呢虽然讲抖音嘞，刚刚等下投给喊你们的话，给他报这种。抖音的心态是要搞保证怎么猛死一伙的心态猛的呢？保证要猛你 KO 的心态猛的，就猛你到猛你到猛你到搞的心态。然后呢，其实哎呀，人家大家有些准备都很充分，所以就慢慢有些，那要正常有些是保证一种你猛你抖音的种心态的某种那样很重的。然后竞品么比赛那个里头要一直么噶，而且要现场要。就农教练要一次指导噶，一次指导个竞品，就是在落海了，就是抽地鸟的抽地鸟上到师傅的旁边更晃噶，都啥也要晃。作为同时要师傅，同一块还要师傅一块也要个要师兄噶，那觉得有的姑娘上门他落比赛噶，我啥觉得嘛乱搞指导的时候，他个就比你还要紧张噶，就是里头噶，怕他被分享的话，就是的。你要用竞品，你要比赛过程当中，跟我一查就觉得，个啥的哦，落的发挥，然后有啥比较等一事情。
竞聘到昌平省呢，还是因为当时报对手嘛，也是感觉你还是能到赢。当时蒙到昌平省，你要是老头干嘛？你前期到了还是很容易，就后期嘛，听了那蒙子下降的。最后二路恢复。你要再回家去，谁搞你？你他个看就蛮到农场了，看出来农村场。他个你我上来嘛，哦，还是。担心你，担心你突然忙顶子娘了呀，也是突然忙顶子娘了去，人家被劝几嘛，只出最后一秒，肚子包也在我讲，所以突然忙顶子娘了去，可能就手指动了，所以你要会问，很担心，一直都是狗是狗呀，只是还蹦跶啊，没事做是，你要一胖，要一是个社会人还要为你加油噶，人家也要看着你，提醒你，提醒你嘞，你嘞，战术的，战术，哎，像影片子啊，上那个比赛嘛，搞的对手嘛，被人晒了视频，搞对手比个杀很多，比个杀很多，晒九公分吧，搞蒙族的话，搞在蒙族。胡杀个怎么子紧张啊？他们子猜呀、啊，等等。正常，从来正常。你认为你太早了？虽然别人杀日光，你早得很，都正常你。就算钉钉子都这么问题噶，虽然你上这么就是钉钉子嘛，噶、对对对。所以，其实真的要像唐小孩哈，进兵要准备多钟。胡杀摸底了嘛，像他胡杀摸底了嘛，噶准备死的还就是。就少几次换一种菜嘛，噶，所以到了长南阳到了不是的回合，到了一路回合，到了一路回合，对，不是七月份，你要记得不累一下，到着了，着了，噶，哦，一路回合确实真的，一路要得忙到，对，一路要得忙，有只休息的对节目不行啊，还有要一路要要着了到那只休息对身到，确实真的还是只容易，你都对手了嘛，也。之前诸多被俱乐部的二等到，都没被接，都没被俱乐部的二等问到输了，然后你慢慢的觉得，你要为你要保证了嘛，所以你有抱着一种心态，还就是啊，子弹弹药，其实子弹弹药，像金平的一些火山箱子弹弹药，我要摸到条金腰弹弹个，我还火，还举着一龙杖，就是我还要为被俱乐部澳洲兄弟保证，澳洲兄弟保证个，啊，确实该搞不错啊，真的是很厉害嘞，那还被那也共和高噶，共和高都那个被中国企业金腰带噶，那反正到中国企业金腰带以后，我想同学就是的，反正仅凭到中国企业金腰带以后，下一步你的比赛就是是不是可以像更少一起到啊，还是要讲话呢？哎呀，我觉得莫很多多人可能对金腰带的理解都觉得金腰带可能就是个金腰带了嘛。其实金腰带你要慢慢的，你说莫中国去最后做亚洲，就整个亚洲的金腰带，然后最终要做国际的，除了国家的，国了国全球的啊，然后最终才能做世界金腰带。你要是不摸到中国去金腰带了嘛，主要还得你上个去。拳击的路好中了是主要你不能拳击之路的一路开始了嘛，所以就人家刚才要安排你不能比赛可能和那些排名赛做那些排名赛，如果你的排名赛你们你没挑战亚洲金腰带的资格了，那可能就安排你亚洲金腰带的比赛如果想达到亚洲金腰带，那你的排名赢进门了可能就到世界金腰带或者国际金腰带那种了嘛。等于是要么河南体系是金平，主要是到中国去金腰带，还要到你要还要到农场里头。排名排名赛啊，要通过到排名赛以后，摸你的排名。提升路，因为被嘞拳击了嘛，你要摸暴露那组织要非常权威嘞，你好就要组织那了嘛，你不转到每一场比赛你都要摸记录，这一辈子个都能够查到你不能战绩了嘛。升到了走场输了是或者赢了，如果有个输一场的话，那个可能排名就要蹦到杠，那个就这么资格没挑战金腰带了嘛。所以嘛，你不和那就赢到排名赛，你要是里套了嘛，里套嘛和那里套已经没资格到亚洲金腰带了。所以短时间呢，本也还在筹备里套还往得看不到头嘞亚洲金腰带。
老师在筹备。啊，就哪吒之前，哪吒之前希望报读一个啊，那个啊，摸到二代，亚洲金二代，这个厉害。那场比赛呢，就是像搿哈里正在筹备的场比赛呢，要摸李涛哈，问得看。啊，就叫你报，没几个北京，你报读个？你报读人到，人到头线，人到腰带嘞，其他的选手还就摸过，你不着那样到啊排名。啊，级别是一样嘛，到的级别。啊，也没头衔了嘛，就不好多。但我可能被俱乐部嘞，可能当个了么啊，讲到能够多嘞。啊，我嘞可能就是你他把场比赛呢，就是可能出，可能已经着重底部头了，就是啊，就着重底部头了。就要可能嘞，时间们暂定着，一里告知啊，一里告知，你要找文山。要那么就要体育馆或者是我换了地点被孩子知道定了嘛做头要确定给了被一阵就多次给定那张梦还说了各可能就是得要就是尽可能要问上还是已经基本上去求给你问上换那么一路好求要念着浙江念着浙江义乌浙江义乌，当我们祷告了，还知道确定。如果要祷告知道确定，那可能就就做那样。你要被问上诉了，就二路好求呢。场比赛那么一点到，这是嘛换了些地点嘞问题是。要了，包括联盟做到个呢，就是但不然要从比赛要比赛的时候，肯定被一直么相关的那个说明得了噶。如果他加入了要问上的话呢，就是欢迎被多少个地方呢都有梦山亲自们做现场赛，对对对，现场赛嘛，现场感受，不然比赛氛围就是这样的。仅凭那就是然后到场比赛呢，像他呢。那个小已经好好了，噶现在都要慢慢都个这个能排名赛，就是各相同的就是各队弄个自己的一路，对，规划要到第一个么就是么子规划，虽然还没到跳中国区要等那个，只还能虽然没有跳要等到了，这当然还能指向，还能指向你最终目标。慢慢下一场站到要么得到卫冕的，要么站到跳一场跳正赛，到人啊可能得可以挑战亚洲要得。哦，等于是好像你还能到卫冕的哈。中国去嘞，个人的文明好像只要求噶，只要求，但是能到最终，对，能到最终的，能到嘛最终，你只是四个亚洲哈，世界嘞是必须要卫冕的嘛，你只抢啊，只抢这个，好，那些就是，就说中国籍青年俱乐部好像要一七年，你要找三七交易中心的个就在城南站的对面了嘛，就你要做活那就将近北雄的时间了，就是北雄的人呢还是那个还是培养得了很多人才，很多人才，很轻松的，就是在故乡农家就是的。平时你要训练当中被俱乐部对秀英的对这个训练某些样子要求或者是某些样子但是规定的呀规定啊那个要求们就要多练的劝说不能要求只准好音只准好球只准好球哈你是多了被对要求就要一定要跑步因为要体能所以休息要用之内的梦乱的梦我是的你要是没得家多可能那我是大概能到比赛到啥博士战军到正开了可能你自己你的体力一直行了你自己你可能就坚持正开梦了嘛所以本来要求也包括李涛杨景平啊还没其他的修炎都要求第一节只准好硬只准好久只准得毛乱我是确实都像比学校还硬啊就是毛其实学校他这么我他还是特别打球都还松子但是确实还是光得很硬的结果就是成绩中对主要意思对你不自己一种好硬好久嘛一影响着你不自己嘞
啊个体能，对对，是在影响自己的健康，还是影响自己的体能，对吧？哎，我嘞小姐叫他想出门修理好，要想帮呗呢。啊个，直接到电话，接到电话哈啊，到做城南站的对面，三七国际教育中心的的招生。啊，被酒店的招生了，然后也可以，到被电话，也可以莫个来电话，还卡被交到被电话了嘛？可以可以，就是到被的酒店碰啊，搿些被莫弄到哦，希望都看里头还有莫个，反正好莫个精品，所以话都还莫完备了，被叫酒店碰碰修，前期都修的都很成功啊，是吧？就是的，那么很多人在酒店碰想修前期，我来讲，如果要你莫想不想多修，你就是没得啊。我姑娘，姑娘，我那只要问上个，只要帮得啦。姑娘，姑哥可以留电话，电话都不是不在个。我的电话号码呀，18087684198，也要我的微信哈，可以加我的微信，可以到我的电话。包括你们没敢就到了，就知道的话呢，你关系这还是个，一点就晓得个，18087684198。哎，也要过来微信好哈。要了，如果是想就想想学啊，想学，或者是想了解的都可以。了解，想晋升都可以嘛。熊超中国际青年俱乐部啊，或者是城南车站啊，没得加三三名额多嘞啊，都可以。没得加，要是被人家第二个线上嘞，嘛很多都要上得加名额多，特别是哪在嘛外省道路嘞，一做假期了嘛。对那不那有的怎么名额上多的地被俱乐部多地的话那还不对你还被他摸过休息辅导哈哦是吗对啊更多的休息辅导还没假期的辅导因为被多过辅导的老师呀也是被俱乐部的一头同事嘛你看研究生所以你的辅导都比较容等于是假期你不多的话只当当要对对对对还没文化课的辅导啊，还没文化课，哈，你不老还不对人家的劝话。就是我理解，就是真的，是真的很容很吃的，方方面面噶，基本上可以哈，学生的方方面面都能够，对对对，都能够摸，都摸，确实真的，很容，就是的，哎呀，故乡农路噶，就是的，就被最关心、最关心的问题。老师很多都能想，可能都很关心。啊，我讲故乡没修清洁噶，为什么修？到底要收不收呢？哎呀，那个个性收咋收的话，要我讲收噶，那个咋了嘛？就是的，本来叫对于叫梦啊，叫简单的考试背啊，至少咋嘞？哇！对叫我家庭老师困难了嘛，背都要至少咋嘞？侬要叫过要叫咋嘞？或那要叫不叫过职业要为了要到比赛嘞叫那了嘛？一熊嘞呀，将近就要找差来咋就吃差就不就叫业嘛？要明年嘞或那要被参到一熊嘛？所以你是和那里头好玩的康波你不已经多到北雄了北雄到了时间那已经没一定的成绩你是不就只用交多少费用啊就是就国家的政策是相当的温和的应该照国家政策可是简单的靠谱人家多少学只要靠着真的是意思照顾一路就是照顾的家庭那个叫也没有换到的都能那个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多做给实现自己的梦想啊对对会被青年俱乐部提供了这样提供一路平台一路很重的平台这是真的很不错就是他写个特别感受的话就是做华呢被想到中国籍青年健身俱乐部青年做华呢取得一些样的成绩哎呀这俱乐部我到北雄那路北雄那嘞就从秀英的成绩路还没就要那个到了第一度万德康然后李涛杨景平中国区金腰带然后们从本来人员的配备了嘛因为2017年的投稿年末那最开始么一度教练刘新明做导刚有么好听了都要懵要懵了都要以前要昆明年嘞做活那被俱乐部么高度教练在桌上其他的嘛么能高度痛死了嘛所以人员的增加，还没这个你修炼的成绩都要慢慢的用。就是这里教练是主要教练很关键，噶。对对对对。教练的一路在教练的战术，
那个理念，方法的，像展示展示和么理念，确实真的很关键。么的融教练，多多的融教练，可能在就是，也忙的给，可能在就比如也在要扇子，要扇子，是吧？是啊，而且就是当被选到中国的青年俱乐部，你侬讲对被就那俱乐部呢，侬讲的发展么，它是规划。啊，我那嘞计划嘛，就像2021年被除一路历史，所以路线呢被比较慢，就规划啊路线嘞。规划们就要要昆明要开到一路馆、哦、要昆明开到全馆啊、要昆明开一路全馆哈或者要摩馆要开一摩一路全馆摩馆开摩馆开路哈摩馆差来体育馆哎路体育馆我就是说到了啊，就要应该应该就告诉那个啊，人工湖的对面了嘛？对对对，让那个用火那边已经的设备的已经定了，可能就哪吒之前让唱歌就要黑喽啊，全国俱乐部哈。但广场歌了嘛，主要要针对那些叫民谣。然后嘛，毛着昆明的话呢，要针对要是不叫个职业的叫那就围栏到比赛的叫那了嘛。哦，昆明主要是针对叫给这个。要专门到自己比赛噶啊！他们还那不要孟子某一路点哈啊，孟子某一路点。哎，孟子要进呢是啊，要进呢，在哪吒之前，哪吒之前开嘞。然后嘛，那个可能要找浙江义乌不要某一路馆哈。哦，要要要浙江义乌啊，只单单就是等于是只单要关山，要配着关内，还要配着。对对对，浙江还没跟到的地方，当过本来计划嘛，2021年嘛，可能就要开走支路馆了嘛。哦，你2021年就要开走支路馆了。啊，这都个摇花蛮，毕竟摇花浪的，也想跑到更大。哎呀，真菜，随时都可以补嘞，啊，多被牵挂的，随时都可以补了。呀，其实俱乐部真的是一路，包括曹总噶，段时间呢好像都要鸟昆明噶。你像那里九月份我们在理工岛了，我们在理工岛我老师了。哦。所以嘛，你好学校很忙，一直很忙。你好学校上课上背弄，然后你马上你就要是弄了星期五你就要开车路，路走路星期二你也忙背没上课，因为你好学校也是要上全级课哈了嘛。哦，所以你比确实真的还是比较辛苦你比较忙，然后我们做北门你也担心人家那嘞要牵涉练到手脚，或者是要比赛嘞，再加牵涉备战的情况手脚，一抓个手你就马上就要弄成了哈了。确实很忙。那里头就是他呢那个那是休息一下啊，噶休息一下的呢，我是英语分那个哈，我得看节目，参比赛呢还是很重要噶。老师还是很重要，就是对参比赛那里，搿要我讲，或者目前要我讲准备的。参比赛呢，因为也是因为从我想呢，从这难到他这样大以后就知道到比赛了，要想呢能够到参比赛嘛，一直都要准备，但到比赛了，想呢一直做那就因为疫情的影响嘛。所以全集的很多比赛被人都是成的，兄弟呀，准备兄弟比较特殊的，所以要也是准备很多，到时候要能到场比赛了嘛，肯定要。我那里对手个初步个了解下，个报一下就。你不要这里金腰带了嘛？都要过外嘞。哦，都要过外来个。好，还知道明确了。知道明确要，要被你老大姐。熊师傅才能，因为这牵手呢都要你来安排了嘛。后来面他们就喊我找李涛哈、杨景平哈，被嘞小姐多出来呢，都被分享被去我嘞轮船，他多出来，他就被了解，很了解嘞了解了那个熊超中估计拳击健身俱乐部的一查情况。分享了报修拳击，报的修拳击的股嘞轮船，噶。然后呢被是再一次的恭贺景平，然后被那飞李涛呢。你要赢一份嘞，参比赛那里那个都赢了啊！会被文山帮头去争冠，会被梦争冠，是吧？我走，会被俱乐部呢，好像都一多一中，被你俱乐部也中得那了。来，我走，甚至多，噶，甚至多。
哎个怎么哎呀搬都搬到过来干嘛找到药了哦哎呦有人钱呢我得了屁用债呢了嘛呀个怎么哭呀哭干不让给了哭那是哭哭不让给了嘛哪一路在中午呢哦哎哭哭我没听有几种呢哪一路在中午就这么怕爸没错呢我妈怕这哎哎没拿出头子啊不要我没拿出头呢我们妈那这种这么硬那狗子也不如我呢哎这路里呢这错呢也就错错不让给错没不让也得个路不让妈的讲的这样用单差我从那么爱爱的什么那一路子单都用了呢哟你一路子单那二不然是我好那二是背着我的不那二是这种我我叫你要被妈妈不让的我从都不拿也多路一直打哎这一半的这一半的要不要录了这哎哎哎我的怎么有多哎有啥录音机动吗寂寞啊寂寞录寂寞了寂寞录啊落了那是寂寞录嘞真的该怎么一个人妈该怎么哭的讲你带啊，没不让的虫了是吗？没不让的像这种嘛哈。没不让的那种是啊。不让的，这个不让的那二十倍是这种。他们那蛮的用到关节呢，我关节然后肌后走了，那个用得起。我都没做嘛，你我关节然后撸肌呀，嘛老等的太多，我关节才变的撸到肌。我把这尿撸起，把这都拉扯了呀！但是不就又把错那么多年后呢？你后把错那大姐，你这里中了呢？你后这二这二哥这姐，你这情况冒了，这你严重了，这我把错那跟我二老高这，你后我那脸就是那干里带是吧？把你弄个把错那哪样？我也不知原话叫客家。一路高处打进来嘛，后一路高一进来后打高处那是进来用呢。哎，木太把这吃饱了，听了。把这吃饱的了，就木把这伢后天用了。用。这老等一等哎，木得了，是木毛很的是，我都有高处那么多，我都没多好打的，能用用嘛？能吃毛了。嗯。那木那进来用那多毛，能吃那毛。这木我好留了，我到了好留了嘛，吃那毛。好留了，吃那毛了。这用个高处了呢。你要扔了就不行了，把桌呢可惜了了，把桌呢也把桌刀啊找不着了，也第一拉了，原来的木找不着，给好的桌子没了，我带那有好的抄呢，抄的好嘛，那真弄我做真弄盖的，也那弄毛色的给 guarantee， 厉害的那二十毛色的，把这桌刀不得了了，不可惜了了。呀，一包出笼狗啊，天上杭州啊，土人都啊，你莫找要莫包人要好找呢。哎，古龙白要我连那镇里呢，那都啥包装那些，我啥东找之一，做一杯，包之一下呢。OK， 你要好啊，不是在那呢，我找到。嗯，六处人找回来，人找呢，我也特别对人家找我找在哪呢？到那个。白饭皮要了么啊？白饭皮呢？么白一颗呢？怎么呢？啊，嫩呐呢？那么哦，好嫩呐！现在么鸡毛都好嫩多呢，怎么都干么？口呢？都口味呢？甜多呢？怎么多爱多呢？嫩那么鸡大卤子，嫩那么是啥？这里那么鸡就多鸡哈，就多鸡毛了哈，就阿多么高红么？莫过啊，他妈他莫莫过就阿杜莫呢，阿杜莫啊阿杜趴在铁就杜干莫搞叫了呢，就阿杜只莫啊硬酸那只莫大莫过啊就他莫呢，对啊，古拿走呢，就古拿走就古路错走哈，阿杜那只用那莫叫你要去讲哈，那对啊，古才来多做点，就这老了呢，就这老了呀。我才来弄呢哈，但是你保姆在确实搞些办不到困难怎么呢？就是这样了，没有错了呢，没错了就过呢。这个要到二八，不要到二八了吗？这样都到二门平了啊，到二门平了呢，第二都是那个内南呢，这个都好不好？都好，也没事，没错了呢。
只要都用的呢，他都弄个他们这他们过他们就他们的哦，啊，都好摆来，还没用来给咩啊带刀，那给别帮弄什么呢？要咩过那个咩带刀啊，就用来刀来，啊呢，就要咩不还要还几岁？我们带刀来，我说啊，这古只看到了就，我看着被子给对哈，就人家去接侬啊，人家去接你路啊，路到哪侬呢？就是嘛，古在多人在的古进酒啊，他路长侬也长啊，那不要紧，你们背后里讲，直接侬背后讲了，古只看到你呢，对啊。长背脚背。啊，长路长路长背脚背呢，就到你了，是路出人中回来。一个三道班，他们的当了长跑车，梦未来。那么背脚背梦半的莫出啊他提半告左动呀找之一背背啊背啊一背找之一背啊脚背啊背不了